我们首先，我先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女团人，尤其是我们林荣松执行长，今天真的让我们上了，他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得非常的好，我听得都很感动。我们先帮我们的执行长鼓掌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们会请他来，真的我敢担哦，一个小包的一公皮麻醉科医师嘛，可以把我们这28的来龙去脉，各个这各个整个环节弄得了若指掌，甚至整理的比我还清楚，我真的很佩服他。那刚才这个这位先生姓什么？黄先生哈，因为哈，1971年的时候我才1岁啊，让大家都知道哈。以前哈，我妈妈跟我讲说，你娘光太多，我还是你娘。哦，小时候都这样讲嘛，哦，那个小时候年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嘛，哦，都不能讲的呢，哎，没塞够嘛，哦，台湾土也不能讲，都不能讲的。好，那我们小时候就经过那个时代，所以当台湾土这四个字是不能讲的，啊，那时候的确是禁忌的时代。好，那小时候到大，我们真的连228的历史，我们从哪家开始？我都没有读过，哦，讲孩子，我那个年代啊，现在年轻人都读过了，我都没有读过，一直到了长大以后，有机会有网络的时候，然后听人家讲，就说进了台大才开始有一些人在讲，哦，原来是228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早期都是不能讲，所以现在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得来不易，哦，得来不易。好，那至于说这2758号决议哦，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因为它本身太复杂了，我说实在的，我如果不是来考外交部，我满栽啊！哎，这边哎哦，我们要去跟他讲。所以我刚开始，我是台大外文系的，外文系要读这个吗？没有。他以前有网络吗？也没有啊。所以以前要获得知识很难，你必须要到图书馆去，特别针对这个文献拿出来读才知道。哦，所以说有这个问题，所以早期哦，我们的那一代要获得相关的知识都非常困难啊。直到我们要考外交部，才开始去研究联合国的议题，才接触了2758。那我们以前的政府，因为50年前来的变迁，真的这50年来变化太大了啊。那大家，我是建议大家要放去啊，就是放下过去，过去以前不管怎么样，是当时的时空背景。跟现在53年后的时空背景可以是一样的吗？已经不一样了哦。那这边我们以前做过历届的政府怎么样的去定义这个事情，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给它放下，因为毕竟那已经是过去的。那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那我刚才他有提到那个执行长提到，不管现在我们叫台湾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还是叫中华民国台湾？目前我认为大家做的共识，三个是等号啦，经济。我相信是台湾最大的共识哦，三个是等号，等号就是刚才林荣松执行长提到的，我非常认同，就是代表我们台澎金马2350万人民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守护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啊，那基于这个原则呢，基于这个原则，我希望说。目前我们政府希望从278的决议，大家去理解当时的困境是什么，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到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那我比较提出一个稍微一点乐观的一个想法，以前台湾在国际组织都是单打独斗了，跟谁单打独斗？找谁单打独斗？找邦交国啊，都是相对上在世界上比较小的国家单打独斗。以前我们前25年前进外交国的时候，我就在北京大使馆，每天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来拜托那些好朋友们帮我们在联合国在台北讲一句话或者一段话，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花了非常多的资源。但是大家都觉得2016年之后，大概有3年来已经有大国来帮我们讲话，美国、日本、英国，那我相信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即使现在台湾要注重的可能不是，除了当然外交国还是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自由民主的价值和我们这些大国来帮我们讲话，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啊。那刚才我们那个董事呢，叶俊董事帮我们整理的美国所通过的对所有的有台法案，我们先帮他鼓掌一下啊。
这个我整理的非常的好，这是真的比我同事都还好。我自己有整理，但是希望他有几项没有整理到，所以我很谢谢他。他刚才已经请同事传那个他的报告给我了哦。哎，这个就是证明说，美国越来越注意到台湾一直被中共啊被中国打压，然后呢，通过了非常多的法律案来收购台湾。那我会发现，美国是全世界重要国家最重要的，对台湾是最重要的啊。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龙头，他愿意收购台湾。我相信未来不管是欧盟、日本，甚至澳洲、纽西兰，就会一起加入这个民主自由的大门。这个价值的门一直来收购台湾。好，那如果过去有什么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或者什么？哎，毕竟是我是三年来起来，而且那时候我跟朋友才一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放下过去，我们就着眼未来。好，那我们看到了28号的这个不对的这一个错误解读，那以后我们就想办法来冲这个当做破口。好，那当然那个就是像刚才说的哈，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方崇宇啊，我们政治组的哈组长，他以前有抓过那处理。UNA 啊，他是我外交部国际辐射师负责联合国的科长，哎好，大家谢谢新国文队哈。那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未来就是把这个反映回去，以后的那个请我帮我们发言的是那个 strategy 是不是要加一点国事的情报？假设你别讲很好，这个。建议太宝贵了，哎，那我要捋一下，因为很久没有不晓得这个崇宇，可能他现在已经手上没资料，到底有往里面有没有在帮我们讲话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驳斥二十五号的决议？如果没有，那你可以跟我们这个部里面的建议一下，可以加一点驳斥。那这部分哈，我真的觉得不简单，因为哈，这个要让小包完全认识这个议题，其实非常的说实在的，艰涩，大家要多估摸哈。就不休息就这样子，都没有人睡觉。没有，因为实在是那个执行长，我们国事部讲实太精彩了。今天我来就有一些，怕是真的是少上了一课啊。那今天他们帮我整理这么好，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再回答到你的问题哦，王先生，鼓完哈。有人要问第二题，如果有人问的话，我们就等其他的人再问了。有问题来这边来，因为他是第二次发言哦，人家在给他发言，你要问第一次发言的先给第一次发言。不过这个当然这是个人看法啦，处长刚刚说哈，要把它放下了，这个问题是我就放不下了，因为我觉得外交这么大的挫败，总是要有负责啊。哦，因为当时我当然很明显了哈，后来讲的那一些都跟他所预期不一样嘛，那外交也没有了就是外交变得很困难了，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现在还有就是放不下，都来投民进党，是我没有投民进党，因为我放不下，对不起，对不起，客人，是，我没有客人。好，谢谢，处长还有大家都，我这样子嘛，当作一个完全不懂二七五八的人，不是，我真的就是不懂。那从一个认同台湾，天哪，两公在一嘛，没事，认同台湾，那我就是不懂，那用什么方法，不要走什么二七五八，不要走那个，我只要人家认同我台湾。然后来二七五八衔接，你觉得我要怎么做比较好？作为一个很平凡的老百姓，哦，我就是台湾的American， 在这边长大，我是 American，OK，okay？ 我要秀我的 ethnic 是台湾的 ，Tell me what do I need to do？OK， 我要台湾的是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餐厅跟台湾有友好的比较近的，就算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么说，我们的帮友都是小朋友哦，全部没有关系。你说去想想就知道，
一国很有关系，因为他在比如他有发言权的，我们没有发言权的，所以美国才有国家想跟台湾断交的，他给他恐吓了，说你不可以再跟台湾断交了，对，美国现在就是这样子。美国马上要保留几个帮我们讲话了，不然两位国谁要抵押呢？我们已经被人家赶在外面了，所以断交国还是很重要的啊。我是解释有些人的看法，我觉得能够留要留啊，尽量的啊。对不起，这个我。